下面请北京武术队优秀运动员孙颖把48式太极拳连贯演练一遍。 白鹤亮翅，左搂膝傲步，左单边，左踢八式。 斜身靠。 转身推掌，二、三、四，右劈八式。 贴身锤，穿拳下式，独立撑掌，二，右单边。 手，二，三，右左分鬃。
灯脚 双风贯耳 左灯脚 眼手撩拳 海底针 闪通背 右左分脚 擒打 如风似壁 左云手 二 三 右撇身锤 穿梭 退步穿掌 虚步压掌 独立托掌 马步靠 转身大捋 撩掌下势 上步七星 独立跨虎 转身百连 弯弓射虎 右扳蓝锤 横捋几案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48式太极拳的基本技术规格。一、身形。48式太极拳和24式太极拳一样，基本身形的要求是头要端正，并且向上虚顶。 肩要向下松垂，胸要疏松，微向内含，脊椎要中正竖直，臀要向下松垂，向内收敛。 不要挺胸、凸臀、塌腰。
手型拳掌勾三步行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主要有五种步行四十八式太极拳完全包括了这五种弓步虚步虚步铺步独立步开立步两腿半蹲开步或者叫小马步两腿距离二分之一肩宽小开步除了这几种步行以外四十八式太极拳还增加了半马步歇步横当步丁步丁步四手法旁转身捋挤按单手按踩犁肘
分掌、交叉抱掌、左右分掌、搂手、推掌、搂手、推掌、架掌、推掌、架掌、推掌、云手、撩掌、撩掌、撩拳、撩拳、穿掌、穿掌、拖掌、压掌、拖、压、撑掌、撑掌、侧撑掌、侧撑掌、后撑掌、打拳、打拳、反拳冲打、反拳冲打、单冠拳、双冠拳、撇拳、撇拳、扳拳、扳拳、叉掌、叉掌、调掌、调掌、栽拳、栽拳、栽拳、五步伐、上步、退步、跟步、上步、撤步、进步、上步、上步、连续各上一步、开步、并步、侧行步、盖步、盖步、插步、
摆脚、扣脚、摆脚垫步、扣脚、捻脚、两脚以脚跟为轴，以脚掌为轴转动，脚跟为轴，脚尖内扣，脚掌为轴，脚跟为轴，脚尖外转，捻脚、六腿法、蹬脚、分脚、拍脚、摆脚、下面我把四十八式太极拳给大家分解讲解一下。首先是第一段，包括七个动作，我先把这七个动作做一次。预备，起势，白鹤亮翅，搂膝傲步，单边，手挥琵琶，捋脊式，左斑斓锤，左蓬捋挤按，在第一段中有些个动作常常发生混淆或者是错误的地方，我要说明一下。起势、白鹤亮翅、搂膝傲步这三个动作在
简化太极拳当中已经出现过，做法也完全一样，只是方向有所不同。单边云手，从左侧画一个平原，右侧，然后再摆到了右，再勾手，单边。简化太极拳中是两个力圆交叉勾手，四十八式太极拳的是吸收了吴式、孙式的平云手的手法，画了一个平圆，在腰旋转的带动下，再，请再看我的动作，单边。是略偏向左前方，再看我的慢动作，一，身体微向右转，右手平带，左脚尖微内扣，带的右手不要超过90度，收脚抱手，这个和抱球的动作有所区别，有点边抱边穿出去。三四五，坐腿转腰摆背。六，转腰屈背带过来，手停在肩的前边。再摆向右侧勾手。七。八。整个动作要平匀的时候要圆润，以腰带动。不要转折的时候手不要上举，头也不要向左歪，先伸展后弯曲，手收到肩前，腰带着云转，下面左劈八式，两手先微微向合，微微相合，一个向下画弧，一个向前平摆画弧，同时根部。二，微微两手在前后交错当中微微打开，最后虚步的时候，两手再微微合抱。这种合抱是一种合手，所以左劈八式的动作有一个合、开、合的过程，两手在挥摆过程当中要做出来这个合、开、合，要做出这种虚实开合的变化。捋脊式是一个新的动作，把蓝雀尾当中的捋和挤两个动作单抽出来，放在套路中练习。杨氏太极拳的捋挤在推手当中是大量采用，常常是向后捋完了以后，往上发出来，挤出去，是太极拳的基本手法。所以我们把捋挤式连续在这里放了三次练习，它和简化太极拳的捋不同的是，两手由前要捋到身前，就翻转相搭，前挤，捋和挤的衔接更紧密了。
动作的幅度比简化太极拳二十四式里的捋幅度要小，这样就更接近于推手当中的快速的转换的衔接。请看我做，穿模掌，捋，挤，捋，挤，捋，挤。挤手的方向左右前方45度，衔接的时候用穿模掌过渡，是吸收了平原的手法。捋的时候要有腰的旋转，搭手的时候手背要旋转和出脚协调配合，弓步前挤，手脚要协调一致，最后两臂要捧圆高于肩平。扣脚的时候不要过大，穿模掌动作要连贯不要中断，和重心的移动协调一致，捋手要转腰，搭手要旋背，手脚相合，弓腿前挤，同时到达终点，两臂要捧圆，头要向上顶。捋脊式在第一段里的是一个重点的动作，下面的左斑斓锤和左烹捋脊案和二十四式太极拳动作一样，只是左右相反，我们就不多重复讲解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包含6个动作，请看我做一次。斜身靠，肘底锤，倒卷弓，转身推展，右劈八式，搂膝塞拳，在这几个动作当中，有的是在简化太极拳已经出现过，做法也一样，比如左右倒卷弓；有的则是新动作，比如斜身靠，这个动作是由陈氏太极拳的背折靠演化而来，着力点是侧身用肩和大背去靠创，做法先分掌，然后一个手平眼，一个手向下画弧，最后交叉，然后微微转身上步，两手握拳撑开，用肩和大背去靠创，
最后的动作是斜向右前方30度的弓步，头微向左转，注意不要做成侧弓步。下面的肘底锤也是杨氏太极拳当中的一个传统动作，先向左转体摆掌，然后翻转两掌合抱，收起左脚，然后向左转身垫步，手先向上挑，翻转，然后后脚跟进，右掌向前裸抓握，向前劈掌，整个动作是一个抓裸抓裸前劈，用掌侧劈头盖脸，腰要有轻轻的旋转，但是手不要做成横波，劈是由上而下，背的旋转，最后翻转向前劈。这个动作的垫步要先转身向前垫步，根部上部大体的位置是在原来的位置略向前移动一点，不要做成绕上步，没有转身绕了一个弧形，后撤了一步，再变成了肘底锤劈掌，这样整个动作就向后移了一步。转身推掌是从孙氏太极拳的倒卷红演化来的动作，在转动的时候两脚要轻灵平稳，前脚以脚跟为轴，后脚以脚掌为轴，前脚以脚跟为轴转动，后脚以脚掌为轴，上部根部转动，上部根部，两脚不要跟得太近，太近以后脚不好捻转的时候要相撞。前后左右要保持一拳以上的宽度，上步以后搂膝推掌的时候，根部的时候手脚同时到终点，不要先做成弓步推掌，最后再收脚，这样做是错误的。最后一个动作搂膝塞锤，我们把原来传统的杨氏的搂手弓步塞锤手法的力源加入了吴氏孙氏的平原手法，先撤步点地，步伐增加了灵活性，然后上步的时候平原搭手，向前摆平弧，收脚点地，然后再加转成立圆摆换搂膝栽锤。这个动作的特色，步伐吸取了孙氏的逢进必跟逢退必撤这样活步的练法，所以呢练起来步伐比较灵活。两个手平圆立圆，在腰的带旋转带领下交叉变换，动作显得生动活泼流畅。下面请看我做一下第三组的六个动作。转身白蛇吐信，
拍脚伏虎。左撇身锤，穿拳下势，独立撑掌，右单边，对于只学过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的朋友来说，这一节的六个动作，前五个动作都是第一次碰到的新动作。转身白蛇吐信，这个动作在杨氏太极拳里头有这样的练法，有的是做成弓步推掌，也有的做成的是楔步推掌。我们在这儿采取的是转身楔步，或者叫做交叉半坐盘前推掌。转身的时候要注意，是屈腿、转腰、扣脚，保持竖轴的转动，虚实转换要清楚。然后左脚提起来，调整活步，脚尖外撇，调整到你合适的位置，做楔步。转身交叉两腿，半蹲，不要把转身做成了翻腰。一、二、这样做是错的，要保持竖轴的转身。拍脚伏虎，这个动作也是传统太极拳中的一个练法，不过在近年来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中都取消了拍脚的动作。拍脚的时候，两个手背向前轮摆的时候要自然半屈，不要僵直，肩保持松活，躯干保持中正，上部轮臂，手与头同高或略高于头，肩要松沉，肘仍然要下垂，背半屈，身体仍然是保持中正。拍脚的时候，躯干仍然保持中正，两手撑好，不要低头弯腰，也不要扬身团背。拍脚以后，可以向左盖步落，也可以平稳的向后插步落脚。弓步贯拳，盖步要有一个缓冲的脚掌先落地，在脚掌将落未落的时候，把支撑脚提起来，要
松活自然，落地脚和支撑脚不要交叉的太深，交叉的太深以后身体歪扭，请你向侧略飘偏于前方落脚，拍完了以后很自然的，下边一个拍脚也是穿掌以后两背轮摆，腰要转动，收脚上步继续轮摆，腰要旋转，躯干要中正，头经过手经过头侧，轮背不要僵直，落脚不要交叉，这样生硬歪扭是不对的。贴身锤是传统太极拳中的一个动作，举拳由上而下撇打，拳与头同高，力点在拳背，举拳劈头盖脸，这叫撇拳，瀑布穿拳是由陈氏太极拳中演化来的一个动作，穿拳的时候别忽视了先有一个左拳经过右拳的外侧向上穿的动作，这也属于穿拳的动作，左拳顺着右臂向上穿，然后右拳下落，右拳再经过自己的腿大腿的内侧向前穿，所以先左拳上穿，然后右拳向前穿瀑布，两个拳由拳心向内转成拳眼向上，请看我反面来做这个动作，一转体撇脚，二收脚握拳，三开步向上穿拳，四扑步向前穿拳，下边接独立撑掌的时候，为了便于提腿独立要注意两个脚要捻转，重心前移，然后轻轻的提腿独立，两手上下撑开，这一点和二十四式太极拳当中的下式独立动作要领是一样的，开步的时候左脚跟和右脚尖要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大体上两个脚前后有一脚宽的距离，这样脚捻转以后弓腿的时候有一定的宽度，提腿容易稳定，如果两腿过窄或者是撇脚不够，身体要歪扭，撑掌在陈氏太极拳当中吴氏太极拳当中都有出现，上下撑开，下面的手经过另外一只手的内侧先向上穿，
然后翻转翻掌向上撑，两掌对称的上下撑开，大体上两手的指尖上下垂直相对，独立步腰灵，和简化太极拳一样，脚尖向下，最后一个动作是右单边，跟第一段当中的左单边动作是一样的，只是左右相反。退步的时候要屈腿，然后退步，手脚要同时到达终点，不要直腿后退，捋回来，搭手平匀，转腰屈收，臂屈收到肩前，腰向右转，然后重心左移，再把左手送过去，勾手，转身推掌，这儿仍然是一个平匀的动作。匀手平匀的时候，一定要屈收到肩前，不要上举，自我紧张，这一段的一些要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把第四段的九个动作做一遍。云手，野马分鬃，高探马，右蹬脚，双峰贯耳，左蹬脚，眼手撩拳，海底针，闪通背，对于已经学过简化太极拳的朋友来说，这一组的九个动作大部分是熟悉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些要点。首先要注意你的身形，比如云手，你在云转屈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上体的端正竖直，注意不要挺胸塌腰凸臀，臀要向内收敛下垂，胸要内涵，头要上顶，蹬脚时候也要保持上体的端正，不要低头后仰，海底针的动作
身体略向前伏，但是也要保持舒展伸拔，不要团背弯腰。其次，要注意手法的准确。高探马，两个先平弧云转，穿掌转立弧交叉抱掌，然后再左右对称分开。手法转换要清楚，插掌向前下指向前，不要做成劈掌。扇通背，前手是推，后手是侧后撑开撑举，不要做成架掌。其次还要注意手腿腰的协调配合，手要匀转，腰要旋转，重心要在两腿之间左右移动，形成一个整体。不要手动腰不动，只有手和腿没有腰，或者是三者配合不协调，手往左腰腿往右，手往右腰腿往左。有些细微的腰的扭转，也要把腰做得连贯圆活，不要断劲儿。比如野马分鬃，出脚的时候微转腰，分掌继续转腰，后座撇脚时微微转体，继续向右转体，向左回旋上步，继续转腰分掌。不要转腰和手的动作割裂，只有腿没有腰，腰转动太突然，只有手和脚没有腰，这样配合就非常机械不协调。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五组的动作，先看我连贯做一遍。左右分脚，左分脚，搂膝傲步，上步擒打，如风似壁，左云手，右撇身锤，玉女穿梭，
退步穿掌。第五段一共是八个动作，它和第四段一样，很多动作与二十四式太极拳相同，或者是在二十四式太极拳的基础上演化充实，比如左右玉女穿梭，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已经出现过，弓步架推掌，抱掌上步架推。在这里我们手法首先是丰富了，吸取了孙氏吴氏的平原的转换，然后再架推。步法上我们吸收了孙氏太极拳的逢进必跟、逢退必撤这样活步的练法，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上步平云跟后坐再推出去。转换的时候呢，我们也用了穿抹的平原的转换，捋回来，根部前云后云，这样动作呢就显得丰富灵活了。那么当然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手腿腰的配合。一般来说，扣脚、后坐和穿掌一致，大体上扣转不要超过中线，继续向左转、向右转腰，抹掌摆向了右前方，抹掌弓腿一致，下捋收脚一致，上步搭手一致，向前平云和根部一致，坐腿向后云，转腰一致，旋腕翻掌上步一致，弓腿架推掌，这样连贯做起来，手脚腰的配合连贯圆活协调一致。当然在第四段和第五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手法和动作，比如在第四段中出现了撩拳，由下摆动向前，第五段当中出现了退步的前穿掌，出现了擒罗向前抓住对方手腕打拳，我们叫做擒打。这些手法呢大家应该表现清楚。第四段的弓步撩拳，蹬脚完了以后两手合眼，上步的时候收在右腰间，然后弓步前撩，手臂自然伸直斜向前下方，不要做成冲拳，是撩摆，也可以做成一点发力的弹抖，两种做法都可以。退步穿掌，我们步法采取了无视的向后退成弓步，收脚要
充分的后移重心，把前脚提起，经过支撑脚后退，同时重心大步在前腿呈左弓步，手脚要完整一致。最后请看我把第六段的十二个动作做一遍。虚步压掌，独立托掌，马步靠，转身大捋，撩掌下势，上步齐心，独立跨虎，弯弓射虎，斑斓锤，又横捋几按，十字手，收势。这一段大多都是新动作，请看我把要领再向大家交代一下。虚步压掌这个动作是吸收了孙氏太极拳的海底针虚步压的动作演化而来。压掌的时候，掌要横在自己的膝盖的前上方，身体可以略向前伏，但是不能歪扭，不要压在右侧来，虚步压在膝盖的正前方，右手按在体侧，托掌，这是一个新动作，手法也参照了传统太极拳当中的内塌外捻上托的这样的动作，我们做了一个独立的前托侧撑，独立步的时候要挺拔，腰肌要伸展，头向上顶，马步靠，落脚的时候前手翻转下踩，摆臂可以伴以短促的发力，也可以是柔和的，也可以是这个动作的步行叫做半马步，方向偏向右前左前方，两脚平行开立叫马步，半转叫做半马步，斜方向的半马步，重心在两腿之间，略偏于后腿，前脚尖向前，后脚与前脚成九十度，用你的肩和上臂创靠对方，不要做成弓步靠，要屈腿圆裆，拳
高的话，停在膝盖的上方；如果屈腿脚伸的话，停于膝盖的内侧或前下方。转身大捋手法包含了两个，转身捋，然后滚肘撅臂，要注意两脚步伐的转换，前脚外撇，收拢后脚并步，重心还是偏于左腿，右脚以脚前掌为轴捻转，提起左脚向左侧后方开步，然后重心左移，右脚蹬转成横裆步，手法是旋背下压滚压，有点像一个反关节的擒拿动作。马步靠转身捋，一只滚肘撅臂，这都是从太极拳大捋推手当中吸收演化过来的动作，它比较集中的反映了太极拳踩捋肘靠这样几个基本的手法。下面接撩掌下势，撩掌要注意后脚仍然是丁步，撩掌撩拳都是由下向前下方摆动画弧，重心在前腿，然后勾手扑步穿掌，上步架拳的时候注意两个脚的捻扣，轻轻地提起后腿，合胯提腿，轻轻地脚前掌点地成虚步，两拳交叉架在胸前，独立跨虎。这个动作是吸收了无式太极拳的跨虎式，手后手提钩，前手挑起来，腿要自然弯曲举在身前，头转看左前方，方向手基本上是向前方，可以略偏一点右前，脚和手要相对，头转看左前，顶头立腰，脚面绷直，脚底内扣，转身摆莲，转体扣脚，脚前掌落物，手先向外一开，然后穿摆掌的同时以脚掌为轴转体，大约转了270度，然后提起右脚做扇形摆动，转身上步略偏向右前方，弯弓射虎，不要做成架冲拳，要摆完了以后双手双臂屈收向前
冲打，但是两拳内旋，拳眼斜向下，是反拳向前冲打，不要做成了架打。又搬篮锤，又碰你几案，和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的要领相同。现在我们把全套四十八式的动作已经讲完了，现在进行背面领坐，请大家随着一起坐。是白鹤亮翅，左搂膝傲步，左单鞭，捋脊式，二三搬篮锤，左棚捋脊案，身靠肘底锤，倒卷弓，二三转身推掌，二三四，右劈八式，摔锤，白蛇吐信，二拍脚伏虎，二深锤，穿拳下势，独立撑掌，二右单鞭，
琴手。三，右左分宗。眼手撩拳，海底针，闪通背，右左分脚，琴打如风似壁，左云手，二三贴身锤，左右穿梭，二穿掌，虚步压掌，独立托掌，马步靠，转身大捋，撩掌下势，上步七星，独立跨虎，转身百连，弯弓射虎，右扳蓝锤，横离击案，十字手，收势。现在由我来做四十二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分段示范。第一段，起势，右拦雀尾，
单边提手，白鹤亮翅，搂膝傲步，贴身锤，捋脊式，斑斓锤，如风似壁，第二的开合手，右单边肘底锤，转身推掌，又穿梭，左穿梭，右蹬脚，左蹬脚，严守红锤，野马分鬃，第三段云手，独立打虎，右分脚，双峰贯耳，左分脚，转身拍脚，进步栽锤，斜飞式，单边下式，金鸡独立，退步穿掌，
立托掌，马步靠，转身大捋，歇步擒打，穿掌下势，上步七星，独立跨虎，转身百连，弯弓射虎，左拦雀尾，十四手，收势，下面请北京武术队优秀武术运动员孔祥东同学把42式太极拳完整演练一遍。